同时给这个爱。啾咪，啾咪爱。你说，来，请你们一起。来，我们中间视线一致哦。来，先中间的镜头。来，左下的镜头。来，最后右下。电量在里头。好。好 OK。连绑。单拍还是？这个要单拍好了。这个要往旁边侧。好，来来来来。那音箱也稍微可以。好，边塞音箱往这边塞。谢谢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紧绷，让他打直，没有让他打直就好了。对对对，整个好，对对对 ，OK OK。对对。刚刚应该是完全听到没有？对啊。都是鼓声。帮我去当 A 的。OK。那我们今天先当他说。合照，我们再合照一下，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那个骨架，所以我们身上是空的，再合照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让我们视线一致哦。来，先从左边、okay. 来。来，中间。现在马上就来。哎，杨经理，我在这里，我前面这里。来，右下这边给一点。来，中间这里，谢谢。我有一个要求，大牛哥，我刚偷就是在跟他唱歌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有手机。有啊，我有手机啊。好吧，我的腰好酸哦。然后嘞。新娘抱了，新娘抱了，新娘抱了，渴望，当然要新娘抱，新娘抱一下，就是好男人，新娘抱一下，新娘抱一下，新娘抱一下，好，真重，右手可以吗？我这边哈，你要这边吗？我都可以啊。新娘抱有分右跟左，我还真看左撇子右撇子啊，哦，我还真没抱过，因为我老婆很重的，所以你是被他手抱哦，这手抱哦。手抱哦，那这个镜头要掌握好哦。手抱，手抱，新娘手抱，来喽！有有，哦有有有，可以可以，放心放心，紧张哦，可以。
我很稳，很稳，我还可以一只手，你手放掉应该没问题。我有在练，手放是两手，好像有点紧张了。我只放放掉一只手。今天谢谢。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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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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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代表。大哥怎么样吃会比较好吃？大哥，大嫂看到不会生气吗？有，喂有，哎呦，好，哎呦，今天粘稠过一点，小心。照片这样会不会觉得一个老头？你应该是有一点喂他这样，还是我们拍有用？他有一个喂他这样一口这样，然后这样。再一个了吧？小甜甜，有点恶心。小心小心小心，手哦，你这边有伸的。那你喂他，喂文娟一下这样子。灯有点困难。外面有饮料哦。好，谢谢。20几年了，4年了，你还会把它放在口袋里面？很红哎，这首歌。是哦。嗯，
对啊，还好这个主唱者还在啊，所以你才有机会跟主唱者合唱到。对，那这个就是不同世代、跨世代的合作，我想就是有点像无缝接轨一样。对，因为其实你的很多歌对我，就是我这一辈子来说还是真的，耳熟能详。Don't worry， 我们一起去运动啊！对，而且刚刚其实就是知道，因为大牛哥很喜欢吃菠萝油，但刚刚我不知道会有喂食的那一段，对，有点害羞。而且我们俩刚刚都停止呼吸了。我也有点害羞，我刚突然觉得，哎、欸，这样好像可能这个这个版面可能会比较大一点。我本来是这样说。对，但后来后悔。但是后来觉得，哎、欸，我这样做好像有点那个怪叔叔。对啊，那是欺负一个小女生。没有啊，不会啦，我不晓得。我那天有看到一个报道说，对，这个文轩哈、这个他说他把我当作什么一个结婚的对象或者什么之类，之前有一个报道，对，可能是抬举我。但如果真的话哈，你是属于那种可能有恋父情节。要不然就是那种你不是外貌协会。我看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基本上为什么会对你这么印象深刻，是有一次我们在商演，我就是鼓起勇气看到你，我就是想说，无论怎么样遇到前辈还是要打声招呼。对，殊不知大牛哥就是非常的亲切，而且非常就是还会就是跟你聊天之外，还会跟你想说哦，我知道你。然后开始就聊天起来，我说很像认识很久的朋友。然后再来就是每一次见面，甚至是说无论是说我们那次见面跟在电视上，或者是知道大牛哥或听到大牛哥对他大家对他大牛哥的评价的时候，都是哦狼就后哎，很客气，然后很大方。对，所以就是我觉得未来就是我的老公一定要跟大牛哥学习。所以说是，所以说人家说广结善缘。因为我那第一次跟他碰面的时候就结了一个很好的善缘，那他刚开演唱会了，就会想到我，甚至我们家的小孩知道我说你找我担任你的嘉宾，我们家小孩比我还惊讶，爸，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要找你？我说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找我？就是比我还惊讶哎，对我当然我个人也很惊讶，我们家小孩比我。我一开始想到的嘉宾名单就只有左右别人了。如果你不能来这一场演唱会，就没有嘉宾了。不是筛选到最后的。哦，不是，就是开你的名单，所以谢谢你完成我的心愿。真的非常的荣幸啊！这种跨世代的合作，我相信一定会激起很多火花的。文轩就是，如果你的理想的年纪稍微大一点，不 OK？ 对，就是我觉得比我大会比较好，比较成熟，男生好像比较好一点。比较会照顾你。对。但有没有看到萱萱印象怎么样？是不是很会唱歌？就很甜美啊，又很可爱，然后声音又好清甜，好棒。然后尤其本来这个第一次，文轩说会唱那个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两三部，哦两三部，刚才好像有唱，我们刚刚有听到的，对啊，在喝冷水。是，但问题那首歌曹格。根本不是人在唱的歌嘛，是神在唱的歌，他唱得太好，而且他音域很高。对啊，我就说这首歌可能，因为你唱起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哦，就是一个很诚恳，很认真，他永远是那个台语界的那个神，可以唱一两句大家听过没有？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朱丽叶，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。我幸福的每一天，浪漫的每一夜，永远不分开。I love you， 爱你，你是我的罗密欧，愿意变成你的祝英台。幸福的每一天，浪漫的每一夜，美丽的爱情祝福着未来。是不是唱得很好？有偷练。我当然有啊，他找我以后，我就开始每天这个非常认真的这个熬夜的一直在。大牛哥真的有很认真，因为我们刚刚在彩排的时候，就是刚因为字幕有一些就是稍微有点慢，但大牛哥就是毫不考虑的就把下一句唱出来了。
没有说天哪，太感动了，真的有练。我真的我也很把握这一次机会，能够跟这个年轻世代的人合作，对啊，所以我也是非常认真的在学习这个歌，甚至还有就又在学他另外一首歌，叫《爱的主旋律》，他跟小鬼一起唱。是啊，到时候这个大家再来票选一下。对。但是要希望我们俩合唱。梁山伯。